但是觉得很开心啊，因为毕竟能赢球是很蛮不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跟队友还在磨合，虽然有越来越好的状况，好不好？就很感谢球团，就是让我们有这么多机会表现自己，很开心可以赢球。那接下来比赛我们会继续加油。我感觉这个问题不用问了，没有，四胜哦，就其实能赢那么多场，就是其实蛮有压力，因为毕竟现在是第一名，有很多队要想把我们打败掉，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坚持，然后做好每一场。对，我觉得跟台湾蛮像的，就是只是差在语言不同哎。其实蛮不可思议的，因为其实在比赛前就没有预设说会夺牌，或是说会打多好成绩。我们只有目标就是可以比上一届成绩好这样子。就是什么差评？好了。